大家好，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百超迪能低缩了光纤激光切割机更易学部分。激光切割机采用 BiMotion 切割系统以及 DNE PowerCam 抗料软件，这两款软件是瑞士百超为迪能量身打造，软件功能丰富强大，同时可以对接自动化料库，有助于客户实现智慧工厂。软件采用闭环总线控制，支持在线排版、实时工艺修改、自动侧胶及防撞、智能匹配切割工艺参数等功能，不需要鼠标和键盘，只需要通过轻松的滑动手指即可便捷操作软件，支持人机分离，不需要操作人员长期看守，自动切割，切完即停。三个服务端口，深圳迪能、上海百超、瑞士百超，三重保障，共同助力于客户快速上手以及熟练切割。